他有意见也是罪，近似处刀人利用。这次抽选任务牌完成即可得一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那你的是什么？我们交换一下情报。不能讲，他先握个手。然后你就会帮我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让你坐在我身上，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要找谁。好，我帮你啊，我帮你去弄音。那我们打勾勾，我跟你讲，你跟我一起。可是我等一下会需要做你。好，那我先弄音。